Give me time to remember when I saw you.每一个人要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，好好把每一件事做好。好，乖乖乖，不用怕，爸爸，因为早上在骂员工，所以现在很有气嘛。还领什么年终奖金？能保住工作你就不错了。领什么年终奖？公司有没有赚钱？赚很多钱，但一毛都不会给你们这些员工。你自己要把事情做好。你明年做好20个月年终奖金，好不好？我就去听。你没有的水给我喝一点。对啊，我的助理跟白痴一样，你也没有办法。Fire！You're fired！ 好，不生气了。卡拉轰天雷买不到，疯掉了，靠！开始走哎，先生，好来，啊，手机哎，我的呢？年底到了，你是想要换工作的？这个是很大的。哎，我订了10万组了。现在连交货给我的力量都没有，白痴，太可恶了嘛！大家现在都看得到，吃不到。啊，那个白痴为什么要把麦克风拿出来？为什么？是那个白痴吗？刚那个白痴吗？啥时给你用？我的放，不是啊，我有 display， 因为他们跟着我，他们已经跟着我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拿在手里？拿在手里。然后我从这里把麦克风拿出来，弹射舱，这样很炫。他收音那里我每一个夜天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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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痴一样嘛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身边？你们有谁有谁觉得你很屌的？宪哥，我跟你的有没有跳出来？我们公司有7个月薪超过100万的，有兴趣的有没有来找我？啊，不要像这种笨蛋一样，好吗？我一个月给他10万，他敢拿吗？为什么不努力自强呢？对不对？台湾都是政府欠我们的吗？不是，自己要努力嘛。